所以没有人常常问你说什么陈汉典来帮要签名啊这些事情吗？哦，有些小朋友蛮喜欢汉典的 ，OK， 就会跟我要这样。你的教学风格是什么？教学风格就是跟同学互动，然后玩游戏啊，这样子。所以你会带一些模仿吗？因为我觉得你的手势什么都不像是一般人会出现的。手势，其实我教学会有手势的一个带动。他表现讲话有对，他有一些词。哪一类型的、啊、活泼？活泼活泼，然后跟他们聊一些生活。你好，我知道，我不太懂这个Beyond四个字哪里来的。所以你是会演这种型的人是不是？也不太。他是教几岁的？他是不是会舞蹈？所以他身体有很多多出来的。对，因为他很厉害，舞蹈很厉害，比你厉害。没有，其实这个也是差不多，这个也是见仁见智。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不就叫陈建跟陈建之？伯仲之间啊，我跟他可能伯仲之间，难分轩轾啊，哇，半斤八两，哎，那你知道他现在月收入大概是你的十百倍吧？没有百倍，不是。你明年又签了三个广告啊！哎呦，哇，这个新闻出来了！对啊，你今年收入1400万呢！哇塞！康哥不要再加了，我们这有点困难。我读到的是2000呢。哇！他没有给分一些钱给你？没有，其实我们没有。他走红后没有给你钱，有没有买辆车？说哥就是送你。有时候出去，有时候出去吃饭的时候，他会，他付账，他付账。吃的是很好的料理吗？可以，大概路边摊的。那也很不给哥哥一点，给哥哥很怪，因为他也是有自尊。当然是要给哥哥，有骨气的嘛，是一个小卡达。你赚大钱要给哥哥姐姐，你赚大钱就要给。起码送一个他幻想已久的礼物。你钱一定是要给哥哥姐姐，还要给搭档的，不然要给搭档是出国的。你们两个，我们两个收入有点赶不上，有没有跟你要钱？可是他在家有嚣张吗？就是老子是全家最会赚钱的。嗯，不会不会，他不会这样子。他人蛮好的，所以他会很谦卑，是不是在家里？对，他也是蛮客气的这样。两个要表演那个才艺给我们看哈，好想看。哥哥不好意思，麻那个委屈你跟他一起坐在这边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好 ，OK， 请坐请坐。谢谢你。他们既然都有明星的话，是应该要给他们机会表演一下才艺，给我们见识一下。不过阿 man 好像没有要表演任何东西哦。你的表演已经结束吗？就是外星人说地球语。你为什么不表演？基本上我来到地球已经很困难了。然后如果而且我长这样子，如果又会唱又会跳，太不公平了。真的没有办法，是，我没办法接受自己这么。我跟你讲，阿 man 的脸很适合比较远距离看呢，这样看就比较像明星了，对不对？刚刚我们太近了。李金平，你唱歌，等一下可以让我们就是惊为天人。希望会。你现在有在紧张吗？还好，我很放松。好，来，我们听你唱歌。我心中的依赖，你我当初也不必那么爱。若能敞开，把真相说出来，这一段故事不会太精彩。种种意外，我能够明白，那深沉意义又何在？若能推猜，这一切的未来，我干脆辞掉工作。So my that time because I see深情的情歌路线，可是听他的嗓音，他也可以走深情的路线啊！放得开哦，你怎么敢呢？很稳健哦，他参加很多歌唱比赛。你怎么会星光大道被刷下来？对啊，那时候可能运气不太。你那天唱什么？唱那个《海角七号》那个
无乐不作。无乐不作，对对对，无乐不作。所以你喜欢摇滚的？其实我喜欢抒情的。所以你可以唱一句很抒情的，不管是抒情、很 R&B 的那种，让 S 听一下你的。可以唱英文吗？可以。好，可以啊。I believe I can fly. I can be. I can touch the sky.过比赛是得冠军的吗？都是在温哥华的时候。歌唱实力是真的没问题啊，所以可见真的是别的出问题。很好听，请坐，谢谢谢谢。很好听，那怎么办？他唱过小鹿不能唱吧？小鹿可以超越他吗？你不可能有办法唱成这样啊。比较不同路线啦，今天表演的就是比较不同路线，试试看。那等一下你唱完，如果我们没有像称赞他这样称赞你的话，毕竟他还是很强啦，对，所以我就尽力就好，尽力就好。你们家的人，他们家的人讲话都是属于这一种路线哈，对对对对，气功气功练一下这样，就是这一种的。